瓜，对，直接就缺西瓜了。这还是有一些球员会忘记啊。来看到陈星要跑了，这一次有没有碰到 safe？ 哦，这个 follow tag， 陈奇还是没办法抓到杰信。这是陈杰信在今年赛季第五次的盗垒成功。李伟今年在阻杀的部分呢，变成六次对方的尝试，他都没有办法抓到。其实这个球的一个时间性哦，是很有机会抓到这个盗垒的陈杰宪哦。那比较可惜是李伟这个球并没有传准哦。